各位青年，大家晚安。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，让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忙碌，可以现在就可以专心在主的面前，单单听见主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全心、全心、全意、全力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持续的来赞美你。在一个礼拜里面，我们经历了忙碌。经历了许多的事情，还有甚至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，但主啊，我们愿意把这些都放下来。我们现在单单的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要单单的全心全意、专注的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圣哉、圣哉、圣哉的神。这样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用圣哉、圣哉、圣哉来赞美我们的神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
的邀请大家，我们将我们的心继续的摆上，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有一个纯洁的心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让我们的专注，让我们的心都可以紧紧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让我们渴慕有一个纯洁的心来赞美。最馨香的情感，只剩。
再次的提醒你，再次的安慰你，你可以安静来听神的声音。
然后你可以跟主说：“是啊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才行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。无论我们是用小声的，无论我们现在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都愿你的声音再次向我说话。主啊，才行我们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Yes.